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科技特派员黛西。听说今天这位波伊玛的受访者家中居然摆了五台机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赶快上去看看吧。Hello, Grace。嗨，欢迎走进。目前我们家总共有五台空气清净机，然后就是放在每个房间还有客厅。一般的空气清净都是使用滤网，但滤网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很快就脏掉了，然后就塞住。那我们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要换滤网，因为现在空气实在是很不好。那用波伊玛呢，它的原理就是一脏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洗，然后就可以再一直重复使用，一来就省钱，二来就是你就是随时都可以清洗。它呢也有空气的清净程度的显示，所以你很清楚也看到说使用前跟使用后的差异在哪里，你可以知道说你家里面现在空气品质到底是怎么样。因为我就是第一代就买了，所以呢它的那个收集级的清洗方式就比较麻烦，但是呢他们现在已经有进阶版，就是有速干的，那这样就是非常方便，你随时都很干净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进。那因为现在也有出新的 Fit， 那它声音就是会比较小，就比较适合晚上睡觉放在房间里面。我非常的推荐每一家家户户都要使用，因为这个对我们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，就会把波伊玛打大概90几分吧。